别笑了。哎，哎，一会儿咱把石头扔出去，只要鬼子露头，咱就开枪。听好了，哎，都记住了。哎，哎，你干啥呢？你干啥呀？你搬那么大个石头，你能扔出去吗？赶快小的，这有啥扔不出去的？我可是全支队铅球第一名，这么大块石头肯定能砸死一个鬼子。你这么抠门的人，给你省颗子弹啊！准备好了，砸！秀色，看看，なんであんなところに行ってるんだよ！この店の通常でそのままを駐在兵を命令させろ。やざるは必要の警戒協力以外、残りの部隊は全部ウィードフを探せ。はい。田中、総社長に伝え、彼と彼の豚は出ていけんだよ。はい。くそ！你这个败家的玩意儿，你就知道撅个腚跑？那重机枪那么好的东西，你就不知道给我扛回来啊？哎，营长，咱这是在撤退呢，那东西死沉死沉的，你让我咋扛？你把它拆了，每个人拿几个零件，不就扛回来了吗？行了，快别念叨了，不就一杆重机枪吗？你们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们国军家大业大，不稀罕这个东西，我们不行啊！进了这买卖，比见亲爹还亲呢。跑了这么半天，鬼子也没追上来，要不咱找个地方歇歇？找个隐秘的地方，大家伙快点，快快！
你赶紧吃点吧。我不饿，你吃吧。不饿你也吃点啊！你打昨儿一落黑就没吃过东西，你再这样的话，哪有力气给我们指挥啊？哎，对了，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呀？我是这么想，昨天晚上咱们这么一闹腾啊，这鬼子肯定会派重兵堵截咱们，我们不能再继续走这条老驿道了。离开驿道？那咱们去哪儿啊？我没说要离开呀，我是说呀，咱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这条老驿道了。哎呀，你这个人就别老卖关子了，你到底要怎么着啊？今天我要学习《水浒传》里的军师吴用，给他来个水蛇阵。你这人说话别拐弯行吗？到底要怎么样啊？有比吧。你看啊，这像一条蛇吗？弯弯曲曲的。哎呀，你到底啥意思呀？咱既没有离开这条老驿道，又不偏离这条老驿道，我估计啊，左竹真一这小子肯定把沿路这几个村庄的鬼子大部分都调走了，到时候咱们有机会袭扰这几个村子，又能得到补充，又能得到给养，还能扰乱鬼子的视线，咱就给他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让左竹真一这个兔崽子始终不知道咱啥动向。哎，还有啊，咱们呢还给他留下线索，搞晕他，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趁乱钻他的空子，你知道吧？这就是水蛇阵。啊，你是想跟那个左竹真一过过招，让他在真假虚实里完全没方向？是啊，咱每张纸条写的都不一样，他要是相信，他就走错路；他要是不信呢，连他自己去哪儿都不知道。总之，咱事事都牵着他的鼻子走。嘿嘿。哎，你盯着我干啥呢？我这主意行不行啊？哎呀，哎，不是，不行啊，不行。那你说说你的意见。我是佩服你啊，没想到当年我手底下的一个逃兵，现在竟然变成这么有勇有谋的一个指挥官。我是在想，如果当年你没有离开国军，跟着我一起打鬼子该多好。打！别打了，别打了，省点子弹，回去营长又该骂我了。撤！是谁打？土狗蛋，这个手干！骚扰鬼子了吗？要机枪干啥呀？你懂个啥？咱营长那小心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回那机枪我没给他弄回去，活活骂了我一天，这回要知道机枪我不给他弄回去，还不知道怎么收拾我，全靠你了。好嘞，知道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用手榴弹啊，拉开以后我数三下，咱一起扔，准备。拉！一、二、三，扔！你！啊！
뭐소시대동문화코게츠군의보고하치로크야자로가시대아르바르요데스미케츠군오노레유동풍대박건내야래요아버씨大魔王張ってみるか我の敵は臆病ではない野球に俺にとっても興奮するの相手だ走出去你看这个我手底下人找到的于东风的作战计划哎你倒是看看呀这上面可全记着于东风下一步做什么我相信有了这个这次我们一定能把于东风给抓着这些全部都是这些天截获的所谓于东风的作战计划